在新疆会走路的人就会跳舞，因为他们的身上没有沉重的包袱。依次主动邀请男生一起度过有趣的一天吧。康康，我考虑一下。啊，我考虑一下。哎，问你一个问题哦，我那一分家在哪？了解了。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有变过吗？有人6.5啊，有人7啊，就是没有了吗？哎呀，完了，气压好低啊！挺多问题想问，但这样你就不知道问啥了。问呢？所以你跟康康聊什么？太想知道了，终于问出来了。他说我是一个很难读懂的人。确实，你是吧？我其实也没太搞懂，也分不清你到底是什么感觉。那你留言是留给谁啊？我原本是想问周周的，哦，他没有听，完全没有听我的留言。我猜到了，反正就像我留言说了，就是大家可以重新认识。哇，模仿的动物，你来猜吧。那你还有想多接触其他女嘉宾吗？不会去选择其他人。哎呦 ，OK 了吗？喂，啊，狗哥来了。他们那两个男生都很抓吗？啊啊啊！他也发现了。这是在宣示主权吗？是吧？1、2、3不是吧？我觉得夏姐今天有点不一样了，她有点羞涩。两个人啊，还是有希望冰释前嫌的。希望看他俩谈恋爱。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误会吧。是误会吗？啊，我们刚建立起来的信任，然后我崩塌了，比较难过吧。哎，所以谷歌没机会啊。我觉得很难。在新疆会走路的人就会跳舞，依次主动邀请男生一起度过有趣的一天吧。那我买个长吧，一直让你请。没事，你请我的笔越多越好。反正就像我留言说了，就是大家可以重新认识。我昨天只是听了一个录音，然后就是你。那你还有多接触其他女嘉宾吗？不会去选择其他人，不会去选择其他人。哎呦，所以你跟康康聊什么？太想知道了，终于问出来了。他说我是一个很难读懂的人。确实，你是吧？我其实也没太搞懂，也分不清你到底是什么感觉。他也发现了，这是在宣示主权吗？是吧？看想要给 team 写什么？扔了这个！都要坐火上了，天！这么严重，我天！哎，就是这事儿到底怎么才能解决 ？team， 你算了吧。是我们要玩的是洋葱圈接力，为什么在抖啊？牙口行不行啊？哇哦，磕到了！咱们要不认输吧？流水线，我不想玩了。你好恶心！哎呀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还有用皮皮，他到底哪里好？你为什么喜欢他？不认识他，性感喽！你好坏啊，我好喜欢。爱照镜子，对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女生应该会很喜欢，女生肯定都会很喜欢呀。应该女嘉宾，我觉得会还蛮容易被你吸引，头发都觉得不太可能。
骗的人，外地人骗的不了。你要换得到，那就是你是商业鬼才了你。这里呢，就是我的招桃花粉水晶，那些香薰石什么的。这个是我的恐龙蛋垃圾桶，很可爱，还可以分类。它是那个双子星，就是有招桃花的意味。